谢谢。也有我的礼物吗？哎，好激动。谢谢朋友们，谢谢。哎，这是我们每一年的封箱都在这儿演出。对，今天特别开心，又是我一年一度的封箱。今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呢？是我跟临时的这个新搭档，大家伙可能对他呢特别的熟悉，但是我再介绍一下啊，因为我就怕有不熟悉的。我叫岳云鹏，他啊，我再看一眼啊，叫栾云平。说啊。说的多甜呀、啊！这是我的师哥。哎呦，其实我们俩进门差不多。对，但是他呢入门比我早一些。您要客气，我喊的叫师哥。平时我的搭档叫孙胖子。对，孙悦啊，就临时呢。怎么了？脑梗。啊？他爸脑梗。那你也不能乐出来吧？我没乐，我没乐，还没乐呢。哎，我们俩临时搭档，一会儿呢，高老师和孙老师，哎，也是临时搭档，嗯、就是给大家换一换耳目，哎，以前这语言多美，换一换耳目，换一换耳目，这大家觉得耳目一新、哎，啊，当然了，我们两个平时呢在一起合作的比较少，对，我跟孙老师合作十来年，嗯，您跟高老师合作呢十几年，对，十三年，十三年比我们合作的时间还长。一会儿我们两个人难免有什么瑕疵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们俩吧唧就跪着磕头，好不好？就，啊？现在就来啊？还没错呢，还没错呢。错了吗？不是，我，先别退票。首先，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知道吗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！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您的票里没有写着啊，岳云鹏跪下啊！加钱，加钱也得跪。平时呢，我跟栾师哥合作特别少，他不知道我的脾气。一般说加钱，我就跪了。怎么挣点不是是点，是吧？对，怎么挣钱不是挣钱嘛，对不对？年底了嘛，现在呢已经十一点多了，你看这表，十一点多，将近十二点了。嗯，男演员不许戴表。对，我们没有表，但是上台之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时间，嗯，将近十二点了，七点半开始演了，这都几个，哇，七点，八点半，九点半，十点半，十一点半，四个多小时了。对，四个多小时了，大家伙不累吗？好，您不累，我们也不累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刚开始演，刚开始演，这个大家伙有想上厕所的赶紧去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就是不去哈。好，不去没关系，他们那坐的都是海绵的。哦，能吸哈。啊，说出来就不好了。特别好，特别好。那个刚才啊连说带唱叫京剧连唱，陶阳啊，我师父啊，郭麒麟啊，张云雷，人家唱得好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嗓子好，我这嗓子就不好，明白吗？嗓子好，他错了啊。可以下去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知道吗？
给我黄金哈、啊。稍等稍等啊，哈哈，真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人家嗓子好，我们嗓子一般。嗯，刚才唱那些其实我们也爱听，但是我们唱不了。对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给大家伙唱点别的。嗯，比如说这个歌曲戏曲啊，小曲小调啊，过去什么都讲究是唱，对不对？九腔十八调，宗声翘扁的或声，那是吆喝，也讲究唱，要报君知嘛。报君知，告诉您我们是卖什么的。对，现在很少有这个报君知了，一般都是电视的广告，大街上琳琅满目的这个广告，那是微商嘛。对了，而我们过去学的就是货声，对，这归我们学，嗯，对不对？我给大家学两句，过去卖菜的就讲究吆喝。好，哎，没有掌声无所谓，我这个人不要不要。嗯，香菜，听懂了吗？香菜，哎，又叫盐碎，香菜，我怕大家听不懂。这有什么包袱？你笑什么？笑点在哪里？长得好笑啊！长得好笑啊！长得好笑也能卖票？天哪！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葱、嫩芹菜、来扁豆、茄子、黄瓜、加冬瓜、买大海鲜、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、嫩芽嘞、香菜嘞、蒜儿嘞，好韭菜。不得不说呀，北展剧场这音响真好，是不是？音响好，打远儿那不显刺。对了，角角落落的朋友们都能够听得见，嗯，听不出嗓子有多刺。对，对不对？这是卖菜的，过去卖什么的都讲究吆喝。对，比如说这个卖糖葫芦的，嗯，北京就分两种。哪两种？南城和北城，这是地区。对了，北城啊，深宅大院居多，有钱，吆喝起来飘飘荡荡，悠悠雅雅。对，我给您学一学。哦，好。过去卖北城卖糖葫芦的，嗯，米郎，葫芦卖，不是卖糖葫芦的突然间想起一个可乐的事，人家笑一笑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喊的是什么呀？他们喊的是我，他们喊的是退票还是睡觉，我还没听清楚。都行哈、啊、都行，要不咱一起睡吧，好吧。不行不行，我身体不行。相声怎么说？这大姐说我们来，我听不懂啊。虽然我脸红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什么包袱，这是咪。哎，糖葫芦又想起来了。就是北城啊，这个糖葫芦它就不吆喝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一乐就知道卖什么的。对了对了，卖糖葫芦的喜欢乐。对，卖着卖着就睡觉了。哎，卖着卖着就退票，卖着卖着就睡觉。哎，也不怎么好，还不好说。哎，卖着卖着就撒尿。到了南城又不一样了，那边呢？南城呢，大杂院居多，对，吆喝起来呢，刚梗倔脆，嗯，就几个字啊、哦，冰糖葫芦。你吓我一跳，你，冰糖葫芦，这完了，你吓我一跳，这大姐，你吓我一跳，听相声就听相声，你往后撤什么？你要不吓唬人家呢？冰糖葫芦，确实在这一股子一股子的。
刚占得的啊。哎，你看刚占得的这也乐。哎，就这几个字儿。是到了天津就不一样了。那会儿别看天津离北京那么近，它是有口音的。对，首先冰糖葫芦人家不叫冰糖葫芦，怎么说？糖墩儿。对，但是有口音，俩字汤墩儿。嗯，哎，吆喝起来就一个字儿啊，墩儿墩儿啊。大家伙注意了啊，不是我没有提醒你们，好吗？对，孙越他爸这病就这么犯的，脑梗就这么来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是糖葫芦，过去卖什么的都讲究吆喝。嗯，这样吧，栾老师，您作为这个捧哏的，捧哏的就是就是什么呢？捧哏的就是一个就是离逗哏最近的观众，你知道吧？他们也是听相声的哈，不用买票听相声。但是我说一句，不是，好，不是，他们是有自己的尊严，不，他们是，这跟尊严什么关系？他们是有自己的能力的，嗯，对不对？您是哪里人？我北京人。北京人，您对这些个吆喝也了解一些吧？跟一个老师学的。跟一个老师学的。这样吧，栾老师，我吆喝一个上句儿，我让您猜这是卖什么的。我都给你吆喝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来上句儿，我来下句儿，好吗？我来上句儿，您吆喝下句儿。我来下句儿，这么大能耐，这我还搂着说呢。哇，比孙老师还胖啊！越说傻越流鼻涕。好，上句儿啊，你猜这个啊？你猜。猜你奶奶个孙子！猜你奶奶个孙子！骂街不行，卖大象，小金鱼儿哦，绿丝盆儿哦。哎，没猜对，卖大小不卖金鱼，就卖瓷盆儿，卖盆儿的，卖盆儿的。我这是卖鱼儿的。哎，我们是卖盆儿的。你再来，再来啊！猜不上来，脑子有个儿。就是格儿，迎面饽饽馒头。哎，不卖饽饽，就卖馒头。猜不上来，捧哏的脑子怎么都这样啊？怎么？我要来上句儿啊。嗯，你下句儿你也来不了。我能来得了，我人送外号吆喝小百度，没我不会的。甭吹，甭吹，你听我这上句儿啊。来呀、啊。江米小枣的嘞，粽子和切糕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窝头。哎，大哥说了，还有窝头，粽子和切糕，还有窝头。你吃过江米的窝头？对呀，你听听。好好坐着吧。别给我乱了，真是听你相声得了啊！我们这够乱的了。你再听这个，没我不会的，还是我是吧？哎，听这个，我吆喝一个，你要知道卖什么？嗯，怎么样？我在这儿，我还甭磕头，我磕死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按说咱不能说这个不吉利话啊！啊啊，没关系，好，孙越他爸都那样了，好，啊。您吆喝一个，我要是猜上来了，完了绕住了，完了全完了，你磕头磕死、啊、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吆喝完了，你要知道卖什么，我磕死。好嘞，听着来，包圆了啊，包圆了啊，大抽宾大处理了啊，买一个送一个啊，包圆了啊，卖什么的？哎。我磕死。哎，咱这吆喝是保命的，知道吗？你可以呀、啊、可以压呀。那你听我这个，嗯，听我这个啊，准吆喝不上来啊。猜我这是卖什么的啊？我告诉你，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。卖什么的？
你这百种商品量。当然了，当然百种，我怎么说呀，这都是开玩笑。嗯，刚才主持人说了，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呀？卖故意。他报了吗？报了呀。哦，有的朋友说了，什么叫卖故意？就是旧衣服。对，现在很少有人卖旧衣服了。嗯，过去有啊，甚至有的衣服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过去穷人多，人家不在乎这个，是只要能穿就可以。哎哎，过去卖故意讲究吆喝。嗯，过去什么什么北京故意有，有吧？有。天津故意有，东北故意有，上海故意有，故意故意有，很多的。没有。什么叫故意故意？就是对口的故意啊，两个人的故意。嗯，今天咱们两个配合一回。好，虽然很少配合，但是考一考您的智商，看看咱们两个人配合的好不好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我稍微迁就一点你，口气越来越大了。好，我来这个掌柜的，您来这个小伙计。行，咱们两个人呢，合作一回。我还小伙计了，我还好。行了，叫小伙计吧。哎，咱两个小伙计。嗯，哎，我吆喝上句，您跟我学好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几位大哥去哪里？买糖葫芦去，是吧？请先坐好，等我演完好吗？坐回去。哎，后边那还有一个呢，我逮这儿没逮着那儿。坐回去啊，要尿尿是不是？好，随便尿。哎哎，对口的故意跟着我学啊。哎，这我还跟您学吗？我还拿吗？哎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大了马的官儿啊。这位弱智，看见没有，弱智。我吆喝大马褂，你也吆喝大马褂啊？你吆喝就不是弱智，我吆怎么就弱智呢？不是，你跟我学呀，往下来呀。我还要跟你怎么学呀？往下来呀，往下来。哎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二了马的官儿啊，三了马的官儿啊，四马官儿啊。退票吧，行吗？退票吧。我演不下去了，演不下去了。怎么演不下去了？马褂往下来就是二马褂三马褂啊，这马褂穿在哪儿用在哪儿，你把它用途吆喝上来呀。啊，我光知道往下吆喝了。马褂用在哪儿？马褂那就套外边啊。吆喝出来呀。吆什么呀？套在了外边啊。哦，还得这样。那多新鲜，得这样。斗牛的才这样呢。来啊。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套在了外边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不成坎肩了吗？吆喝出来呀。吆喝什么呀？那是坎肩啊。哦，我大概其明白你这套路了吧。来来来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套在了外边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是坎肩啊，买裤子哦，两条的腿儿啊，一条腿儿哦，那是裙子啊，三条腿儿啊，那没法穿呐、啊；四条腿儿啊，两个人穿呐、啊；五条腿儿啊，那是手套啊。哎，甭寸了，寸也这过。神经病，这神经什么玩意儿啊？寸一下会更好，知道吗？哎，往就大玩意儿了，寸什么寸呢？啊，手套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吆喝不上来啊，多新鲜，我就能吆喝得上来。你再来啊，我来上句。来来来啊，五条的腿儿啊，三个人儿穿哦，没法穿呢，有个瘸子哦，去腿不就完了吗？瘸子都来了啊，你这瘸子穿裤子那也得买两条腿的呀。往下来啊，找钱算账，看你脑子了啊。来，买袍去哦，它有个领子啊，有个袖子啊，有了面的花呀，堆儿了个堆儿啊，打的面的堆儿啊，怎么那么厚啊，亲娘续的呀，后娘当的呀，当多少啊，五六毛哦，一了块一呀，我给你两块二啊，我找你一块一呀，我给你三块八呀，我找你两块七呀、啊，我给你186.35哦，三，你刷卡不？存的太长了，没有POS机哟、哦。
你瞧，你下来哪行？下来，你过去有刷卡的吗？那多新鲜，这谁算得上来、啊？我就能算得上来。那我来这上句，你算算。来呀！你听着啊，来呀！给你432.65元哦，我留下1.1元呀，我剩下都给你。下面。